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们来录一期视频啊。今天是录这个挖成虫的视频。今天是挖这个彩虹锹甲呀，这四只，这四只它不是我买的呀，这四只是我当地的一个小虫友他送给我的，是末期了吧？他送给我了，然后他也没有再养，就直接全送给我了。不过不知道他这是普彩还是绿彩啊？我看着有点偏绿。好像是，直接开挖啊，然后买了这么一个格子啊，这么挖虫子还正好嘞。他用的是这个虫鳞啊，虫鳞，然后他到了，我给他把这边压实了呀，然后把这边压实，他怎么跑那边去作用室了？很奇怪呀，不懂。哎，我找个勺子来。你光在说挖的虫子啊，这有个勺子，这是挖的是果冻的勺子。等一等，还是用这个勺子。直接把虫子挖出来，你看这一挖，它的蛹室就塌了。所以这种虫，这种你就不要管它，直接让它羽化就行了。哎，这是母虫是吗？啊，这是一个母虫啊，这是一个偏绿的一个普彩了，还不是普彩呢，我感觉。装到这个小盒里，先让它度过蛰伏。看着不小。尺子在哪儿呢？在这儿。这挖虫子什么都没准备。现场开挖，35，36.5。这是一个啥？这不这。马上都能叫绿彩了，好绿啊！普彩它的话不会偏绿这么多，可以叫普彩偏绿吧，但是叫绿彩的话好像有点早。羽化时间基本上都是这2周吧，我记得。直接。写上标签，五，2023年，这叫2月24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36.5，彩虹来说的话，36.5也不叫大，也不叫小啊。这个丛林的废土的话，我感觉还是可以移用的，留着吧。这是好东西，没有二发啥的，可以。这个应该是公的了吧？我想这是三个公虫，
在哪里？我在这儿，我给它画上线。哎呀，勇士里死了吗？勇士里怎么这么多这个小飞虫子呀？不可能啊，我印象它是羽化了。虫子来，哦，它出折了吗？还是一个母虫？什么雷带呀？这就是一个滤材吧，我估计有人把这个卖出去，当说是滤材都没问题。看了吧，这不滤材吗？这不就是？但是这个灯照着怎么这么绿？它肉眼的话，它没有这么绿，它稍微有一点点红吧，但是感觉确实能叫滤材，不错啊。没有玩过滤材，量量多大？这个小吧，嗯。35.9，写36吧。包起来。母虫36，再给它装回去。到时候用的话，哎，这个土还能用吗？这得动。小飞虫子，这黑小黑飞太多了。这样吧。这是一个，不会三个母虫吧？反正有一个是非常确定是公虫，因为它很大。应该是两个公虫，这个应该是公虫。这是一个超小的一个昆虫，
木屑的话，养这个彩虹，我感觉也行，但是大部分它没有菌入菌的话，那么无脑大，哎，无脑长呀，42点吧，43，43加吧。就是一个很标准的绿彩，我估计是绿彩，正绿正绿的。但是那个小程友他跟我说是婆彩呀，难道还有人把这个绿彩当婆彩卖吗？绿彩的话应该比婆彩贵一点吧。来录一个封面儿，也能看见红色，不可能一点红色都没有。一般是看他的腿，看他的胸甲，看他的这个两边，还有他这个脑袋这个位置，还有他腹部。如果全都是这种状态的话，我感觉也可以叫绿彩，绿为主。哎。木屑这粉末东西呛人啊！43加，有条件还是入菌比较好，我感觉。只是说现在这个彩虹它不值钱了，没有人入菌了吧？现在都玩什么光王子啊，什么皮卡、光兄之类的，这是好东西，但是动一下子吧。这个我印象是最大的，故意留最后挖的。只有这一个没有说是在一个角落里做，它是在正中间直接做了这么一片。你可以看这个，它彩虹是这么长啊，真的很离谱啊！这个彩虹这个品种，哇，确实是长牙，5厘米。哦，不止5厘米吧，54了吧，55了吧，终于有一个大一点的了。其实这个虫子在我这基本上就没移动。很不错啊，非呀，这就是绿彩，我这个表现更明显了。这个一点红都没有哎，就离谱了呀，还有一点蓝色，我的天！绿彩里边它都有一点蓝色是吧？我这个标准啊，这是一个标准的绿彩，红色只有一丁丁点点，肉眼都看不见。是吧？啊，这摄像头看得更绿了。赶快录一个封面。这个灯怎么看着这么难看？开手机的灯。哎，更难看了。还不开？
彩虹的话，我感觉真的是挺难拍的一个品种啊。你在你肉眼的情况下，就是我现在正对的我这个角度，它就是一点绿，就是红色都没有，最边上这里有一点点绿色，很带劲啊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绿色啊。可以繁殖一下，两箱多大？估计有55了吧？不，我别说了，我这个没数，再给它说小说大了，量一量，这是啥？还真是55。彩虹的话也不算难量的品种了，但它要是不配合你一样不好量。55多一点，刚才是55.3吧。这个操，尿了我，尿我一身，这样拍到了吗？不知道。55.7，卡到底了，不小啊，可以了。哎，幸亏这彩虹虫子没味儿了。我要是让大王花这么一喷，我衣服得马上得扔掉。不错不错不错，非常的带劲啊。好吧，很不错啊，这一个颜色非常好看，我确实是非常的绿啊。不错不错啊。谁要我不给，哎，他我那个小朋友再跟我要我不给他，嘿嘿。留着垒个袋试试。不知道什么垒袋呢。现在还有人把这个绿彩当成普彩去卖的吗？也有可能吧。彩虹现在好便宜啊，像这么一只绿彩能卖多少钱啊？150，反正我是这么个价卖，差不多。哎，我卖的比它还贵一点，我卖是180-190吧。但是我没有绿彩，我说的是黑色的，我都给它画上线了，看到这就给它画上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啊。今天这叫一共挖了，这叫两公两母啊，两公两母。然后这是一个超级弟弟个体啊，这就看都不想看。然后这两个是36，不大不小吧。然后这个工虫是很不错的呀，工虫非常带劲啊。看看怎么繁殖它吧。彩虹的繁殖只要垒带不是非常离谱的话，还是很好繁殖的。行吧，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。今天是2023年2月24日啊，星期五，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周五呢度过一个，提前都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啊，好吧。喜欢的话给我一键3连啊，别忘了，拜拜。